好了，吃了吃了。看到没有？好了，吃了吃了，吃东西这样子哦。这碗汤面120块。一碗了，给我钱。这是什么汤面？乌龙汤面呐、啊，它是泡面去煮的，乌龙汤面有加料的。应该是把那个葱刷。吃吧，吃吧，来吃吧。哦，生虾。虾，生虾。我们来到那个韩国炸鸡三外店，看一下，拍一下景里面的。招牌在这边，好、哦，食物的价格在这边，你们看到？然后，老婆在这边，女儿，小 baby，Hello，好 ，Hello， 嗯，开吃了，他这乌龙面是泡面去做的 ，OK，OK， 食物又来了，来我拍一下，拍一下 ，OK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你吃，赶快吃了，我已经拍了。Okay. 我已经拍了，吃了。是没东西吗？这个是洋葱圈，还有，我点的是洋葱圈麦克炸鸡。吃不饱，这个。吃吃，开吃了。吃还有，吃完再讲，反正健身的有，吃完吃完，这什么？然后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老婆，这什么？起司炸热狗，35元。吃吃吃，然后吃看看呢，刚吃吃了吃，糖了，OK， 来，我吃吃，我吃吃，我只吃，最瘦的吃，吃看看这个含肉量怎样，看是什么那个的，这个，哎，这个，重点要吃含肉量，含肉量，你们吃掉了，这是这集。含肉量呢，跟那个麦当劳比，麦当劳比，对啊，不要跟那个什么利大炸鸡那种比，那种是不知道是多少钱而已。了解了，应该算含肉量蛮高的吧？看一下，看起来肉很多，应该含肉量多。这碗好吃吗？好吃啊！哦哇塞，这个太浮夸了！哎呀，不要，你吃就好了。我只吃就好了，那我们重点还没来哈，我们重点是大红酱的那个韩国炸鸡，那干嘛？八路160块。韩国人高不知道。一次拍两个，两，我一次拍两个人。好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耶，啊，这是什么？年糕 QQ 年糕 QQ 棒一份30块 ，OK。炸物怎样 ？OK。甜甜的。好，来我这样看好不好？我会拍的，忘记我要看。哎，我来加 QQ 啊。来拍一下你好不好？我这样看含高量怎样？先别进去吧。嗯，不要浪费时间。那一点点而已。不是，这含肉量高。来了，真的吃了。不是便宜货。真够吃的。不要吃，你吃就这样。你吃的，我吃别的了。这个麦克鸡块好吃，这含肉量高。来，点那个。中间。这不是便宜货，一吃就出来了，美食达人。好，送一个。好，来，那我帮你拍一下，那就帮我拍一下，没有这样。不要动了。不要动了，好不好？那你弄好，不要用嘴巴咬就好。好，不能嘴巴咬哦。还没在炒的吗？好了，开吃了。哎。干啥子啊？哎。换你夹。你要就拿来吃吧，哎，你们要就拿来吃啊，小比开吃，快点，这个开吃，哎，重点拿来开吃啊，快点，这羊脆脆的还好吃，用手了啦，这么客气，等下那边有洗手的了，好，你看，很烫，很烫。把这个拿过去那边，给他们，嘿，不用，我怕怕，
点的话，它开到晚上九点，还剩一小时，让我们吃，慢慢吃掉了。来，怎么样？下课。很脆啊，嗯，酱很脆哦。然后他们都有那个他们的那个酱，特别酱。酱？酱啊。红酱啊，就红酱好吃啊。好吃啊。哎、欸。搭配这个红酱。对、啊。好吃哎、欸，等一下我来吃酱看啊、哦。肉蛮软嫩的、哦。好，我爱吃酱看，我自己自拍。自拍，我爱自拍。要走进来。你要拍到我？加油，我看看，哎，我你那个我试驾了。哎。可以了哈，认真哎，哦，好棒哦！那边的筷子，他你要不要看一下？肉很软哦，刚炸的。这么恶心的，哪有？我拍到我了，怎么？有。哇，太好吃了！哦，老板，来，给老婆。不要，我要拿相机啊！等一下我们的里面差不多，我再慢慢吃掉了。嗯，来，开吃，女儿开吃，小 baby， 我小 baby 只有吃相，来，已经不叫小 baby 的啦，叫大人了。小孩，屁孩了。小屁孩了，那赶快吃啊！你的面都汤一堆，然后那个。我吃了。小贝贝这好不好吃啊？赞哦，一样哦。你哪怕我就等你回来再开吃。超满足的，你看哇！哇，你上次那个胖老爹那影片好多人看呢。对啊，以后试驾就来找你。真的。真的很多人看看你。你要多做出点其他的。我儿子比较上那个。对，你知道菜叫什么吗？对。对吧？啊，女儿呢？赶快吃。好了，不要了，长大了变大人了，不要害她。我小 baby 还是有点小 baby。你看 ，OK。比较不会害羞。嗯。他比较不会害羞。对，害羞。赞哦。比较尴尬。尴尬，你大了就变尴尬了。我跟你讲，你整个就不尴尬。变大了就尴尬了。对。OK， 好棒哦！来，换你吃了，来，我拍老婆。你觉得以前瘦好看，还是现在胖胖比较好看？我觉得以前太瘦了，现在脸比较不像。你要照感觉好吗？他说之前不是说嫌我胖胖的，现在说上面教给大家了。赶快吃，很方便哦。现在终于有一家在金湖了。对啊。而且这边气氛还不错，不用去我们有时候冬天去那边吃都风很大，然后又没有冷气。我现在椅垫要超便宜的哦，好不，他这椅垫很便宜哦，你看，这个我们总共吃了465块，465块，你要不要再叫他们吃你狗腿？哎呀，大弟，你可不可以专心吃你那个吃你的面？你还在一只手机顾这边，然后一只手，然后吃面，不专心就吃嘛。今天大弟一天要加一碗。哎呀，那他在这边啊，上架了。不用再动了啦，有就有。OK， 他在这边，价钱都还蛮 OK 的。我要三碗的。好了，老婆要说什么了？影片到这边结束啦，拜拜。